节目非常精彩，绝对不是要来听我讲话的，恐怕绝大多数是要等着来听李博士的精彩演讲。所以呢，当然越讲越好，我要在这里特别恭贺美东华人学术联谊会，因为今天下午我们连我这个外行人都惊艳了一个学术飨宴。我们今天中午的这个主题演讲看到了人工智慧的发展啊，这个机器人还可以跳这个太极拳舞，对，可以打太极拳，可以跳舞，可以互动。年会，这很多年了，20年前我就到这边演过讲，过去20年我来过5次。所以呢，我真是不知道今天晚上要讲什么，要讲的都讲过了。我看了你们的 Webster 今天讨论的都是现在跟未来世界上最重要的题目。我真想今天能够每一个人演讲的人我都能听到，所以希望你们的 abstract 能够给我一份回去好好研究。我从事建设工作已经57年了，有没有人知道我几岁？哪个知道啊？53？28？啊，你讲几岁？28。28，这是我。哎呀，我已经80岁了。18 years old、yeah. 本家姓号。我一生协助了47个国家，调查了8000多宗案件。花了很多时间在 crimes 现场，白天晚上周末 New Year's。 跟电影不同，电影把 second commercial 他一定已经找到 clue， 找到线索就能破案了。我们在现场完了还要很快到实验室，实验室工作完了还要到法庭出证。所以这个建设科学的学门是一个很艰苦的。我有2个小孩，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我本来希望其中一个念 forensic science， 结果他们两个跟我说 Daddy there is easy way to make a living。 女儿从 MIT 毕业，儿子从 UPenn Dental School， 两个都不要做我的工作。也到过74个国家，做过10000多场演讲，到很多国家，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风俗，也有很多国家派很多代表到我们 Connecticut 来受训。台湾从40多年前就每年我们都提供很多奖学金，也谢谢美东华人协助，叶博士也协助过很多朋友。但是有的时候到世界各国演讲，我到了那个国家，那是什么会议？有没有个人？我告诉你是阿拉伯，是什么会议？我也不懂。我讲什么他们听不懂，他们讲什么我也听不懂。讲完了每个人都鼓掌。李博士，请你明年再来。第二天报纸上所有的报纸都等我，讲什么我也不知道，照片很好看。有的时候到一些国家，尤其非洲啦或者印度，去年我代表美国到印度也是一个会议，也是跟人工智慧有关系的，将来 未来怎么破案。到那些国家的时候，晚上吃什么你根本不知道，他烧什么给你吃。所以我的建议，各位到其他国家去的时候一定要带个助理，带个泡面，带个助理
叫助理先吃，五分钟之后助理都下来，你先吃。今天我跟我大家介绍我的助理就坐在那里。我一生也拿过很多奖，拿了多少奖我都不记得了，大概有几千个各种奖，也拿过，其实是31个 Honorary Doctor Degree。 最近到波兰，他们的博士袍是绿色的，绿色帽子，所以他的校长说一定要戴帽子。我说不戴，他说一定要戴，我说一定不戴。所以不同的博士，他以为说那个帽子太小，他说我给你换一个大一点。也出了很多书，也 author co-author 很多 paper。不久之前他们选了 10 top forensic scientists， 在18世纪到21世纪。他刚通知我的时候很高兴，有个中国人被选上。Very excited， 等下一看，10个里面5个已经走了。我说糟了，这是告诉我是下一个了。我就写封信退回去，我说 Thanks but no thanks， 不要。他说为什么不要？我说5个走了，我第一个就是下面就是。他说纽约的总法医 Dr. Baden 比你老一点，他可能先死。匹兹堡的总法医可能更先。我一看也对啊，所以现在我们3个人每个月就打电话，你们好吗？当然 The highlight of my life， 1998年变成 Connecticut 的Commissioner of Public Safety in charge state police， 跟所有的公共安全的变成公安厅长，警政厅长。当时我根本不想做，州长来找我，我说前任前任州长就请我，我说 no way， 上任州长找我 welcome my dead body， 死也不做。结果他去找我妈妈，我妈妈为什么不做？我说妈妈，那个不好做的，那个厅长37个会议一天，而且在美国做 commissioner， 你要学会 hug the lady， kiss the baby， 每天都要抱抱女孩子， kiss 一下小孩子，抱女孩子的话无所谓，只是我太太不高兴而已。kiss baby 的时候，有的时候脸上奶呀、巧克力呀，满脸都是。我妈妈说你做什么事情不是为自己做？在美东华人协会，你们做了很多事情，并不是为自己做，是我们为国家社会跟未来的一代。我妈妈，大家都知道，我从小没有父亲，妈妈抚养我，所以我最怕的人就是我妈妈。妈妈讲什么听什么。她说，200年来有没有一个中国人做过美国的厅长？通常都是白人。说6尺4寸280磅，抽个大雪茄烟，讲的英文没有人听懂的，每一句话里面有4个 F word， 那是听懂吗？我说，妈妈说打破这个 glass ceiling。今天晚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你们在你们的领域里面打破了 glass ceiling， 我们能够在美国立足，就是我们的 we have better ability。因为要跟白种人竞争的时候，你一定要比人家强。还好我一个很好的团队，很快的这警政制度就改革了，重新人民相信了我们，还有 vertical patrol， 同时我们那时候就开始用人工智慧 fingerprint system DNA knifing 大数据库，所以破了很多案件。同时这个通信系统 800MHz， 那时候都用 600MHz， 911大家还记得，牺牲最多的就是消防员跟警察，因为他们用的 600MHz 到了大 building 里面 communication 失去，要撤退他们都没有听到，还在向上
冲去救人，所以我们很快的改成 600 megawatt。 唯一就是出去的时候，这些 bodyguard 又胖又高又大，我跟我太太看起来有点矮小，不够威风。结果查一下 state statute bill high limit， 我说下一班找矮的。所以看起来我就很高啊。 Everything Hello, OK。 Anyway， 这样一做到了2000年，我还是要回到我喜欢做的东西。然后2010年，我正式从 State Retire， 那时候的州长又来找，但是我妈妈已经走了，走的时候106岁，找不到我妈妈了，所以我说不去了。所以回到 University New Haven， 我们有个 Research Center， 欢迎大家去参观，是 fascinating stuff， touch screen 3D、我们训练很多的世界各国的远景、各种课程，我们变成美国的 Cold Case Center， 我们不破现行案件，冷案，因为美国每年大概有18000件凶杀案，大概有100万件性犯罪案，凶杀案的破案率只有67%，性犯罪只有49%，大部分案件都没有。很多家属很可怜，最近一个老太太从 Maine 开车下来，跪在我的办公室说Dr. Lee, you are my last hope。 他的女儿40年前家电的时候被谋杀，到现在还没破。所以我们有个 Cold Case Center， 我们还有 Summer Camp， 这些都是台湾来的小孩子、其实也不小了，看起来小、都是中学生大学生、我在我们的故乡江苏如皋，将来你们去那里的话，有个 museum， 非常大的一个 museum， 我给我所有的勋章奖章，包括海华勋章也叫都在那边成立，有图书馆，有实验室，有很多东西，现在已经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不干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很多的大案件，这些案件，很多的案件，不久之前 USA Today 一个 special edition 25 demand 25件案件影响到世界历史，他们送了我一份，看了一下25件，其中14件我们直接间接处理过。我小时候在台湾成长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工作会影响到世界的历史，其实大家各位的每位的工作都在影响世界历史。尤其今年的主题，像张会长讲的，就是未来。我们调查过很多案件，包括科威西亚、波斯尼亚、科索沃万人从的调查，包括911，那时候我还在做 commissioner， 我们马上派了两个警犬队协助，我亲自带了我们的所有的 DNA 工作人员去协助鉴定，也调查过 Kennedy assassination， 也调查过 Vincent Foster， 他们说这件事情是影响美国政治最大的一件案件，也调查过我们安倍总统的肚皮，也看过李副总统的腿，有哪个看过的？泰国政变，他是就是这一件案件，也是我去调查的。将来各位假如到国外去调查，要做实验的话，用泰国人做，不要自己给枪放在嘴里，万一里面有个子弹，你就牺牲掉了。今天晚上他就请别人来讲了。然后呢，要上了飞机再给报告。
你假如在机场给了报告，你就上不了飞机。他要叫你改报告，也调查过深圳，也调查过支持谁啊？科比，谁讲的？有讲 ，OK， 给你一个 autograph picture。这个要一枚已经28块了，你大概是87块。也调查过 Will Smith， 这个马上要50年了，他们现在做个 special TV program。也调查过 Jeremy Renzi， 很多的案件，也调查过一些历史一样。Booking，Kentuck， 也到过意大利，也到过世界各国调查过很多的案件。今天是因为没有时间，我们要讲人工智慧，所以 Marcus Hornibor 调查过很多的案件。建设科学在最近10年来有很大的进展，其中一个 specialty 就是 forensic computing。这个慢慢慢慢已经变成一个很重要的 section 在 forensic laboratory。 我们现在破案很重要，就跟任何的刚才下午你们讨论的 follow the same logic same principle， 最主要要 recognize 跟 collect information。 你有足够的情报消息信息，你就能破案。那这些信息从哪里来？当然就从现场，从物证，从人证，从 database， 从 intelligence 或者 public information。 然后这些 data 我们怎么 digest， 怎么样能够 systematically 能够分析，然后 lead to a suspect， 找到一个嫌疑犯，然后用人工智慧和犯罪侦查。所以这是也是我们 view 里面变成很重要的一个课程。 AI 已经应用到 fingerprint， 现在大家很多人到世界各国进口出口，你都要给 fingerprint， 这是一个很大的 database 都被 collect。 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个 fingerprintDatabase， 你假如有什么变成好像 victim， 好像刚刚老挝那个水坝淹死了很多人，他们要求协助鉴定。假如这个死者有 database， 很容易就鉴定，但是不一定都在 database。 Fire 枪支，现在在美国买的枪子弹都在那里。 pattern， 很多各种 pattern evidence。 AI 在 DNA 过去几年来从 VNTR RFLP 现在到了 STR， 很小的 DNA， 很少的微量的 DNA 我们都能够检出出来。这个 DNA 的 database coders 现在已经收集了400万人的 DNA。 AI 未来当然就是能够 predict 这个嫌疑犯留下来的精液啊、血液啊、毛发，是黑人、白人、东方人，身材多大，眼睛什么样，这个 genetic profile。 最近这个 Golden Gate Serial Killer后来就是用 AI genetic genealogy 去推算大概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中心做一些研究就是 biometric database。 除了这个以外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跟 facial recognition。 你好像这几个政客大家看看哪个说哪个的脸说真话的，所以你一看就知道都是说假话的。Face analysis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学问，每个人的左脸右脸不是 symmetric，
你可以看到左脸是 inner face， 你自己心里想的，右脸是 public face。 所以很多的时候你看人家，他你要人家看是看右脸，但是你要看他真正心里想什么，你要看他左脸。我们也做些 finger nail， 所以叶博士跟我们有一些合作，最近我们做一些就是crown mapping， 这个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时间讲了，很多的 closed database， open database， on website all over， 你每一个电话都 become public information， 都进到 database。Doesn't matter you know or you don't know， OK。 所以呢，这些一个 engine， 你可以 search 这些东西，你可以看到他住在哪里，有多少银行存款，他的 credit card 用了多少钱，他你跟哪个女朋友 check in。 我的老朋友坐在这里，我给你一张。我只举一个例子，在95 Corridor， 从 Massachusetts 到 Connecticut 到 New York 到这个 New Jersey， 很多的女生失踪了，起先五个，后来七个，后来八个，后来十一个，后来越来越多。当然，有些是没有关联的，有些有关联的，所以就 form 一个 task force。这个 task force 做了一年没有什么成就，后来这个 economic downturn， 这个 task force 就解散了。我们州就有这么多死者的家属来见我，李博士你现在退休了，应该有时间帮帮我们。虽然我们的女儿不是high class 的名流，因为大部分死者都是妓女，都是妓女，所以呢我们就做了一些 database， OK， 然后开始调查，然后发现最后三件案件，三个死者，他一个死在办公室的这个 office building 的后面，那里人可以走进去，车开不进去。这马上告诉我一件事情，假如有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话很快，但是一般的刑警想不到。然后我到了现场，我说这个人一定是没有车，连motel 的钱都花不起，是在 public place， 很躲在这个 building 里面。这个女的是个妓女，你看她的衣裤在哪边啊？左腿右腿啊？这很容易的可以赚一个签名卡，在左腿右腿。左腿，谁说的？左腿。左腿。OK， 去帮我发一张。左腿，看到没有？然后，他不是被枪打死，也不是刀杀死，是 stamping， 捏死跟用脚踩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一定很残暴，而且很壮的，年轻的。现在一个白女的白女人，她在 highway overpass 的后面，也是 public place， 车子开不过去，她会被抢了14块钱，也是捏了在 stumping， 很可怜。第三个是在 abandoned building， 一个 apartment building 的 basement，一个 Hispanic 的
都是二十多岁，你看这三个有什么相同啊？都是左腿哦，你这么厉害，都是左腿。还有哪个啊、哦、OK， 还有哪个腰的张新家去帮帮，不是给你的。 OK， anyway， 都是左腿，都是被勒死，都被 stomp to death， 这个就是很多 similarity。 AI 就是找这些 pattern similarity recognize， 所以人我们可以，怎么叫机器去 recognize， 这是很大的一个 challenge。 所以我们通常考虑这个人的背景 religious， 他什么什么住在哪里什么，很多的 parameter 就是 database，然后从这里我们就可以 plot 什么。当然 DNA， 但是基于矩阵的 DNA 有个什么问题，太多的 mixture， 庄信讲的也在里面，你的也在里面，每个人的 DNA 都在里面，所以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没有办法 ，database 找不出来，太多了 ，mixture。这个 DNA 是这样做出来，通常只有两个 P， 你想这么多 P， 然后有二十三个位点的话，你乘起来这个 probability 就没有办法，那个这个案子就解决不了。我们很幸运，怎么呢？因为看到这三个现场都有香烟头，这香烟头当然可以看牌子，有钱的人好牌子，有钱的人吃两口就砰丢掉了，没钱的也要抽到最后不能再抽，有的人丢在地上踩一脚，有的人想给香烟头杀死，所以我们香烟头也有那种本事。香烟头上面还有一个什么？口水。对了，口水。来来来，有奖有奖。OK， 口水。DNA， 我们做了 DNA， 做出来就同一个人，所以我们知道三最少这三件是同一个人，所以我们就用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个人一定是无业游民。在游民收容所很壮，当然我们知道是黑人，因为我们找到黑人的阴谋，所以这一系列的分析我们就 target 一个 Harvard 那附近一个游民拘留收容所，一个叫 Johnson， 就提取他的 DNA， 整个就是logic analysis 没有证人的一个案件，结果你 link the suspect， 我们这个案件同时 same MO， 这个一个 trial， 然后他被 convicted， Johnson 犯 guilty， 我们知道他至少杀了二十一个人，但是只 charge 三个有物证，其他没有，就是以前在现场警察没有 recognize 这些 information。 所以未来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除了城市交通医药，我想在司法行政跟警察公安都有很大的平台，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因为你们研究的成果才能帮助我们，因为我不懂 computer， 我只会破案，所以我有的时候 computer stuck 都要叫我儿子，他是牙医师，我说赶快过来跟爸爸看一看这个电脑到底怎么样。 OK，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感谢刘昌宇博士
风趣而简短实际的这个专题演讲。以及国民党美东支部的两位常务。